開心建成，你有你講，歡迎大家收睇今晚嘅蓮花衞視現場直播互動節目《澳門開講》。我就係今日嘉賓主持人譚志強嘅。首先要多謝昨日打電話嚟嘅觀眾同埋喺互聯網上留言嘅網友。我哋今日討論嘅題目咧就博彩收入喺六月份下滑，咁啊博彩業嘅前景是否堪憂咧？今日我請到三位嘉賓嘅，第一位咧就澳門負責人博彩協會理事長宋偉傑宋生。大家好。第二位就澳門博彩諮詢協會副會長蔡其仁蔡生。大家好。第三位就澳門博彩旅遊專業學會嘅顧問陸偉雄陸生。你好。嗱，我哋咧節目就好歡迎廣大市民打電話上嚟嘅，同我哋一齊討論啊，發表意見啊。咁我哋電話咧，熒光幕上面出現啦，就係2878-9192，2878-9192。我哋好歡迎大家咧，網友通過蓮花衞視網站同我哋交流嘅。或者重温過往澳門開講節目啊，爆料通通都 OK。咁網址咧亦喺熒光幕上面見到嘅。咁啊，我哋仲開通咗澳門開講嘅微信公眾號碼嘅，就是、澳門開講 call in Macau。啊，另外澳門開講連咗100期嘅節目裏邊咧，就每一期都選一個最佳嘅互動觀眾，就送上由珠海奧特美國際會所素可泰 SPA 提供嘅價值1000蚊嘅消費券一張嘅。咁你睇一睇字幕，其實講得好清楚噶啦。咁啊，我哋而家咧。介紹完呢個前言咧，就睇一睇今日澳門嘅重點新聞，環澳一百秒。金融管理局嘅統計顯示，五月份居民存款按月增加1.9%至4642億澳門元，期內廣義貨幣供應量 M2 同樣上升1.9%，主要係因為流通貨幣以及活期存款增加。在五月底，包括非居民部分嘅總體貸存比率增加0.6%至81.1%。第六届世界品牌连锁加盟展开幕，展会嘅开幕式喺威尼斯人举行，今届嘅主题系青年创业。贸促局主席张祖荣表示，展会嘅目的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中小企通过特许经营、连锁加盟、构建品牌等创新经营理念，提升竞争力。MFE 已成为本澳嘅品牌会展活动，系海内外企业家探讨合作模式嘅有效平台，亦对本澳经济适度多元发挥积极作用。由科技委员会主办的2014科技活动周期科布成果展举行开幕式，今年的主题是科技与视野，用眼看世界。科技活动周是内地与澳门科技合作委员会科普合作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每年都得到国家科学技术部的大力支持，今年一共有33个单位一同参与。展览分为科技与视野展及科普成果展两部分，举办单位希望通过今次活动鼓励本澳市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可以更多参与科技与创新活动，激发科学探索精神，启迪科学思维方法。好快就回来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很欢迎大家继续收看莲花卫视现场互动节目澳门开讲的。大家有兴趣打电话进来就是2878-9192，咁我哋咧應該仲有一段新聞片嘅嗱，不過新聞片一陣間先播，我哋先傾一傾先。我哋首先要問一問咧，就阿陸偉雄陸生嘅，咁啊，如你自己個人覺得就係、是、澳門內地反腐啊、銀聯監管打呢啲打擊洗黑錢嘅因素咧，會唔會影響到倒收嘅數據啫？喺呢方面？哦，呢個當然啦，多多少少啊都會有少少影響嘅，因為點解咧？少咗人嚟，澳門嘅消費自然會低翻多少噶啊。咁啊嚟嘅錢對於澳門嘅誒將來嘅嗰個誒倒收啊，少有少少影響，但係唔會係好大，因為澳門唔係依賴呢啲。澳門是自由金融市場，來的錢是很多，係嘛？即係至於你話係內地黑錢嚟呢度嘅，我相信都不是咁大量，一般賭場佢哋嘅收入，就算而家咁控制住，有間嘅企業嘅都話到俾我聽，佢哋一日啊嘅嗰個現金嘅殺數都去到上億，咁你可以睇得出，而家控制咗嗰個貪腐呢個情況之下，佢哋仍然有咁嘅收入，證明都個影響唔係好大。咁而家呢方面中長嘅收入同埋呢個貴賓廳嘅收入嘅比例大概係點咧？
貴賓廳的收入呢，這一輪呢或者經過有 一個事件之後呢，稍微靜了一些，亦都可以說到就是現在進入六月啦，世界盃啊，係嘛，同埋以前都有講五窮六絕七翻身啊嘛，七月一定到暑期的時候啊，小朋友放咗假啦，咁多一啲人嚟澳門啊，即係消費啊各樣嘢，咁成個 family 嚟咧都會有對澳門嘅賭業有蓬勃啲嘅啊。咁啊，宋偉傑宋生啊，你同唔同意就係、是？就澳門博彩要六月無收入下跌，原因就因為五窮六絕呢啲啦。其實我哋睇翻過往個數字都好咧，近呢幾年其實每年嘅六月啊、九月、十一月咧，其實都係一個下跌，都係比上一個月跌嘅。咁不過今次講翻咧，就話特別係同舊年對比翻嘅同期咧，同期咧係比較第一次會跌咗3%多。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長遠嚟睇呢個會係一個下跌趨勢？我覺得都未必，因為其實你睇到六月份本身嚟緊七八月啦，本身係暑假啦，咁好多都如果你係個人嚟嘅，都會可能等埋細路仔啊放暑假六七八月一齊嚟。佢哋要七月一號先有假放喎。係啊，咁變咗佢哋可能累積咗嗰啲，其實嗰啲消費咧就累積到去到七八月先釋放翻出嚟，同埋本身咧五月又係一個大假期，一個黃金週，咁其實已經要嚟嘅已經嚟咗啦，未嚟嘅又留翻下個月先嚟。留翻考試。係啦，咁另外你話世界盃呢、這個咁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唔係話太大問題咯，應該。咁蔡生你一方面你嘅睇法係點咧？嗱，而家有個新嘅問題，就想問一問銀聯卡提取現金嘅做法點解澳門咁盛行咧？就如果真係限制咗啲銀聯卡碌卡提現咧，會對澳門而家有啲咩影響嘅啫？呢、這個一定會有嘅。如果係你話提現啊，依家好多都係，因為而家拆曬提款機，已經係所有賭場都係啊，係啊，冇錯。但係如果呢、這個，我覺得會輕微咯，唔會多咯。佢本身嘅卡係有錢嘅，咁佢其實唔影響到嘅，係嘛、其實個銀聯卡我記得應該係嗰種支付卡，都唔係信用卡嘅喎。你如果户口裏面冇錢，你碌唔到。係啊，冇錯啊，係啊，係啊。只不過就代替碌現金啫喎，係咪啊？係啊，係啊，係啊。呢、這個我覺得個人覺得唔會有啲咩影響啊。咁我陸生，你覺得呢方面又點啊？銀聯卡嘅問題，因為佢而家唔淨止賭場喎，當鋪嘅問題都有個問題。你個銀聯卡。些微嘅影響咧，咁啊梗係有啦。咁食少一餐飯，買少一件嘢，係咁多人嚟，咁啊少少影響都有。但係你話，長遠嚟計會影響個幾多咧？咁每一個嚟到呢澳門玩嘅人都有自己嘅一手準備嘅，係嘛？啱唔啱？唔會全依賴住自己張卡，跌咗張卡點算啊？而且仲有一個最重要就係你事實上碌卡嚟講買貴嘢，澳門係抵過大陸好多嘅喎。係一樣 LV 一個，澳門賣35,000，大陸賣50,000嘅喎。係一樣一個白金包。澳門賣30,000，可能大陸賣到50,000得個，因為佢有個加值税 value add tax 噶嘛。係啊，嗰度加得好犀利嗰度。咁當然啦，你拎到上買金又係咁啊，係啊，容易包拎到上邊，仲要包你依件嘢係真嘢。係啊，咁梗係收貴啲啦，係嘛？澳門本身嘅誠信好啊嘛。係啊，賣假嘢嘅機會。唔係，而家我哋要全部正鋪啦，開分店。係啊，冇錯。你走去乜乜一號啊，乜乜賭場嗰啲，喂，全部正鋪嚟嘅喎。係啊係啊。但係大陸邊度點樣正鋪都賣假嘢㗎，大陸。同埋你而家睇到，就算澳門嚟計，計翻輪浮啊，可能其實嗰個我哋澳門開有啲某啲牌子嘅店咧，其實都同香港個數量已經接近啦。但係你諗下，香港個面積比澳門大幾多？香港1,000平方公里，澳門得30平方公里。係啊，但係問題啊，可能香港有8間，澳門有6間。係啊，依家個好處點啊？你貨源充足啊嘛。我仲聽過澳門以前咧，即係分店少嘅時候咧，佢有時呢一兩間分店冇貨，唔緊要，即刻過香港叫香嗱，你2個鐘頭翻嚟，我叫香港即刻倉裏面提一個過嚟，2個鐘頭內坐水翼船過嚟送俾你。而家反而澳門會有，香港會冇都唔出奇。而家係翻翻轉，係因為啲貨存曬喺澳門多啊嘛。因為澳門倉租平啲啊嘛，同埋澳門多，即係嗰個銷量比較大，應該係咁講。因為好似某個牌子，好似早兩年都講緊啦，全世界應該銷量最多個店，營業額最高係澳門。我費事講邊個牌子，係啦，唔好講邊牌子，免得同佢即宣傳啦。你只要走去某某一號就見到啦，真係。即係你澳門而家個好處點咧？就因為佢多咗，你淨係睇威尼斯人都1,600幾間鋪，其中世界名牌有200幾間喺度。喂，
買啲嘢真係平過你大陸嘅喎，咁你影響係影響唔多，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呢方面嚟講。不過而家你碌卡套現咧，我覺得就大問題，應該就係啲某啲當鋪咯，真係。因為據我所知，好似有某啲當鋪就根本冇交易到，而係純粹碌卡收手續費。呢方面政府呢方面要查成點啦？想問一問。這個其實。呢、这個要睇翻有關方面，因為其實你睇翻，如果個管呢個銀聯卡呢個咧，其實澳門係金融管理局管。冇錯。咁啊變咗，但係問題，如果你話去到而家最近講緊係嗰個娛樂場入邊嘅，將嗰個銀聯終端機唔可以增加，咁、但係司長都講咗啦，過幾個月後再檢討下，會唔會到時會真係好似之前傳聞話要 cut 咗嗰啲機會攞出嚟咧，唔俾入去咧？咁因為其實你都又唔能夠一刀切，因為而家你見到咧有啲娛樂場入邊咧真係有啲珠寶店啊，有啲嘢入邊。咁如果真係我真係想買嘢嘅，咁又唔用得。咁其實好似有啲那個，但係問題娛樂場入邊值係咪應該要擺一啲咁嘅珠寶店入邊咧？其實呢個我哋都要值得去諗一諗，政府要探討下呢個問題。因為其實你話如果嘅。佢真係正常消費嘅，我覺得無可厚非嘅。但係如果你話係一個碌卡套現嘅，咁其實呢一個手續其實已經係唔應該存在嘅。係啊係啊，違反澳門有關法律噶嘛。不過唔理點都好，我哋而家新聞片終於搞掂啦。嗱，事實上喺六月份咧，澳門博彩業嘅月每月嘅無收入咧就錄得賭牌開放以嚟比較少見嘅下滑，唔單止係相比上個月下滑，甚至相比舊年一齊下滑。咁講原因喺邊度咧？其實一段。過一段時間咧，同澳門博彩業相關嘅傳言一直都冇停過嘅。比如有咩黃山攜100亿巨款潛逃啊，又話咩中央落 order 禁止喺賭場裏碌銀聯卡啊，又有限制中國護照進入澳門嘅逗留天數啊，從7天啊減到5天啊咁。有啲咧就傳言係真嘅，有啲傳言證實就係假嘅。咁我哋咧蓮花衞視嘅記者就曾經就。呢啲銀聯卡、碌卡或者限制護照過境量嘅新規定咧，其實係查過一次嘅。咁我哋睇一睇新聞片先。澳門嘅六月係酷熱難當，但係博企就似乎係六月飛霜。博監局最新嘅統計數據顯示，澳門博彩業六月份嘅無收益係275.15亿澳門元，同去年相比，同比降咗3.7%，而同上個月嘅環比就下降咗16%。呢個係澳門博彩業收益自從2010年以嚟首次下降，原因何在呢？早在5月份，市場就聲傳，為咗打擊洗黑錢以及非法融資活動，澳門將於7月1日起限制喺賭場內嘅珠寶金行使用銀聯卡刷卡機套現。譚斯喺近日就澄清，唔係唔准使用，而係不能再增加新嘅刷卡機。不過呢個規定起到咩作用呢？我哋暗訪咗一家老牌嘅娛樂場。呢一間娛樂場嘅周邊就充斥咗珠寶店同埋金行，每一家都可以幫顧客刷銀聯卡提現。五萬咯，人民幣。人民幣是嗎？啊。然後這個是給你61,350。娛樂場外50,000人民幣就能夠換61,000几嘅港幣，娛樂場內嘅情況又如何呢？50,000块钱刷，比較難刷。能刷多少？5万港币是吗？人民币换多少港币啊？59,524。50,000人民币可以换59,000几嘅港币，刷卡给付嘅额度果然系内外有别啊！刷卡嘅店员喺报汇率嘅同时，仲泄露咗天机。是有很多是内地那边无先的那些机拿了过来，对我们来说呢？澳门政府它是犯法的，但是只要有很多人这样去刷，我们就是按照规定这样去做，就看你自己咯，你自己去那。原来刷卡机竟然可以跨境使用，真系飞象过河，你又奈佢唔何啊！所以呢个不准增加新刷卡机嘅规定，究竟能够有几多效用，就可想而知啦。除了銀聯監管，還有一個被認為會影響博彩業的政策，就是限制中國護照過境逗留的政策。6月17日，澳門治安警察局宣布，從7月1日起，對持中國大陸護照過境澳門的旅客，首次入境時給予的逗留許可由7天縮短至5天，第二次入境的話，逗留許可的天數就由2天縮短至1天。新政一出台，豪賭股就應聲全線下跌。
现在是办哪个国家的？几内亚。啊？几内亚。睇嚟新政嘅出台就冇影响到代办过境澳门签证者嘅生意，而通过护照过境逗留嘅娱乐场宾客就觉得停留喺澳门嘅时间唔够。我觉得会影响那个赌场的生意，因为很多人他都是拿护照来澳门赌钱的嘛，对不对？咁咪玩嘅时间少啲咯，跟住好似时间紧啲咯，系嘛？咁会唔会影响你哋治理澳门啊？有少少啦，时间肯定短好多啦，得个五日时间系嘛？咁啊，唉。我希望时间长一点咯，最好是半个月左右这样子咯，比较好一点。由7月1号起施行的两条新规，对博彩业到底会产生几大的影响？现在评判似乎为时过早。不过6月份的赌收下滑，却又是不争的事实。大家都可能比较关心咧，就系最近嗰个博彩收益就嗰个升幅收窄咗。咁所以我哋对今年的整年啊，全年嗰个经济增长咧，都是維持我們最初今年年初時候的預計，就是一個單位數字的增長。我想這個是正常的，因為經過大家看過這麼多年，過去這麼多年的一個比較高速的增長之後，如果是一個單位的平穩的增長，是對澳門的長遠發展更為有利。譚司的一番解讀舉重若輕，但是都難消一些人士的憂慮，這次下跌是偶然性的陣雨，還是一個反轉季節來臨的標誌呢？那究竟反轉是正常的？司長就說其實個位數字成長比較正常的，你同不同意這件事？宋先生，其實如果個位數字來講，司長說的我都同意的，因為其實你看回我們之前早兩年都不是說個個月都是這個雙位數的增長，就是全年一定雙位、全年現在我想我們都還是雙位的，是啊是啊，但是如果你看回來講，你去到應該是去到2011年的時候呢，嗰陣就真係每個月都係雙位增長，同埋有啲幅度都幾高嘅。我睇翻有手頭啲數據，有啲去到一個月可以50%嘅都有。咁但係就如果而家咁嚟睇，如果個位咁你又長遠嚟睇嘅，咁其實如果你起得太快嘅時候咧，咁其實你當你去到一個最高嘅點嘅時候，你落嘅時候亦都會好快。咁你話如果慢慢咁平穩增長嘅，咁其實嗰個起碼第日真係有一個些微嘅調整嘅時候咧，都唔會話太大嘅影響咯。咁啊，對唔住啊，蔡生，咁你覺得呢方面係點嘅？即係我試過澳門曾經有一年咧，成長率33%喎，結果工人又唔夠，材料又唔夠，乜都唔夠。咁呢種情況就係好事定壞事咧？即係如果增長率即係慢翻少少，你覺得？我覺得呢個係好事嚟㗎，因為澳門呢幾年發展得咁急速，咁依家各方面作一作調整，我覺得係呢件。是對澳門是好事嚟嘅。咁好處喺邊度咧？係對依家各方面啊，你話呢個銀聯呢、這個即係呢件事啊，同埋最緊要係護照呢個啦。護照呢、這個佢依家好多人呢、這個會對澳門比較影響會比較大咯，因為佢依家收費調整啊，因為好多人攞護照會喺澳門。唔係，其實七日變五日呢個問題就唔大嘅。而家最大件就係兩日變一日，同埋一個月變咗兩個月。係啊，呢個先係問題大啲。係啦，呢個問題反而大啲。因為你澳門嚟講玩三日四日已經係夠曬嘅，但係如果只係玩一日啊，真係唔夠喉。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嗰個逗留日數，其實都係為都唔夠兩日。而家我哋澳門平均逗留日數，咁其實你話五日夠唔夠咧？其實我都係夠。但係一日咧，你調轉頭真係你有實際需要過境咧，其實一日有陣時真係比較趕，或者個航班延遲咗啊，或者有啲打風啊，咁你其實已經過咗期啦，咁可以點算咧？係啊，呢個大問題嚟嘅真係。不過唔理點都好，我哋而家有一段天氣報告先睇一睇先。嗱，賭收下降係好事定壞事咧？我哋啲線上有位蘇生嘅，蘇生你喺呢方面有啲咩？係啊，即係其實我話俾你聽啊。他哋將個 visa 個時間咧減少是好事嚟嘅，即係其實嗱，唔係話啲咩個人情緒或者乜嘢咧，其實我係好唔中意啲內地人落嚟賭錢喺度牙刷刷咁樣，一味喺度同人哋講啊，我哋冇大陸帶牽你哋，你哋澳門死啦咁樣嗰啲，I don't give a 即係
唔想話佢哋咯，但係唔係冇大陸大協咯，澳門就冇死過嘅。即係我同，但係問題就冇而家咁富啊！真係陰公係富啊，唔係富啊！話佢聽，對我嚟講係富，係富定富咧？以前1999年之前，澳門有三年打日日黑著黑幫大火拼，唔緊要，咪一樣係咁過日子。咪係咯，即係仲舒服啲啲，唔知係夜晚我哋仲搞到啲僆仔唔夠膽出夜街添。你咁講係啊係啊，嗰陣時我哋食飯要過關去珠海食㗎，咪係咯，咪葡京附近啲乜乜乜上海酒家啊，咩葡國餐廳全部唔敢去，而家驚咩咧？驚突然隔離嗰台唔知坐啲咩人，就另外一批人走入嚟開槍亂咁打，咪係咯。咪就係話呢樣嘢咯，咪就跟住然後咪 hea 住 hea 住咁咪 hea 住一日啦，咁咪after all 咪好啲咯，啲人而家生活好啲，但係啊又投訴又多啲咯咁樣咯。Anyway 啦，今日 share 住咁多先啦。OK。好嘅，多謝你。拜拜。另一位就是林生，林生。你好。你覺得啲人少咗啊，收入低咗係好事定壞事咧？真係。絕對係好事嚟嘅。嗯。我等呢個消息等咗好耐咯。哦，因為咧，物理有現象啊，抌粒石仔上個天嗰度咧，無論你幾大力都好咧，啲石仔始終又會跌翻落嚟。咁唔係啊，你超過咗地球個日級地心引力，個加速度係會飛咗月球噶。咁就出事啦，咁就去咗天外之天，咁就真係千福永享，受與天齊啦，係嘛？澳門曾經有一輪爭啲受與天齊噶啦，揾工人揾唔到工人。揾建築材料計到阿媽都唔認得，然後跟住咧啲鋪租咧，你而家走去板障堂街啊，以前十萬八萬啊，而家起碼三五十萬，最少啦，已經去到百萬嚟啦，已經過百萬啦。嗰間賣化妝品嗰間啊，係啊，賣化妝品嗰間而家一個月差唔多成百萬。你而家咧，我好開心呢個消息咧，就係話咧，話俾全世界人聽咧，包括最主要澳門啲官員啊，由特首以下所有嘅司局級官員。他們不要每天擘大眼睛呢就怎樣花錢、你要想想居安思危，那我的申報利益先，我一直都很討厭共產黨的官員，極度討厭那隻，但是呢也不能因為討厭他，他說他說的說話不對。黃光亞去年來的時候呢，在吃蛋撻的時候呢，那我很多媒體在擦他鞋呢，但他說了一句說話呢，很多媒體沒有寫的，就是說什麼呢？寄予澳門人要居安思危、這個是很語重心長的說話來的，但係好多媒體就冇寫，啊，真美就唱好，啊，人哋講嘅嘢你又唔寫，係嘛？咁啊，所唔係後來我哋特首反而有寫喺施政報告裏邊喎，特首有聽喎，居安思危喎。啊，咁啊，但係佢有冇做我唔知啊。但係而家咧呢個信息咧好清晰，話俾澳門嗰啲官員聽咧，你唔好日日擘大隻眼咧就諗下點樣使錢。總有一天你擘大隻眼咧，係諗下要點樣揾錢嘅。誒，仲要諗下點樣炒人添喎，遲啲。因為你睇下澳門而家公務員膨脹得好快啊，9000多人膨脹到20000多啊，而家。我覺得如果公務員膨脹得快，就因為嗰個管治機器咧無限制咁擴大啫嘛。柏金信定律啦。你走出去嗰個大政府小市場嗰個怪圈裏邊嘛，乜嘢？譬如好似誒而家叫咩135個咩委員會啊，咁我讀唔出嗰啲名噶，但係來來去都係呢班人。咁你使唔使135個委員會咧？雖然佢哋冇人工嘅，但係居馬費都要俾嘅，係咪？係咪咁嘅需要咧？你每天就係諗下辦法點樣使錢，每天諗下辦法點樣衝大條數，係嘛？而家莊大頭鬼終於出現啦！啊，原來會縮嘅，同埋咧有一個香港嗰個財經演員咧喺嗰個節目嗰度咧講啊。澳門兩間博企唔開名啦，費事同人哋問。係我老友嚟啊，黃咩？咁啊話喂，而家嘅市盈率咧48倍，個市漲率8倍，好正常。未來應該去到可以60幾70倍市盈率冇問題。哇，咁啊得60-70倍市盈率，連嗰啲咁嘅叫咩啊科網股都未得啦，老細係咪先？啱唔啱啊？你已經離開咗塵世啦，已經嗰啲人。佢愛嚟炒噶嘛？香港最高嘅成紀錄，我同你講。做富豪啦嚇，某名嘅富豪，因為搭咗呢個上市嘅尾班車，佢本來又爭人錢爭人到咧，嗌救命嘅，拗曬頭。仲爭啲宣布破產添，我知你講邊個？已經係話清病不出避債噶啦。突然一上市之後，哇！一還清債務，變咗富豪添。你啲股仔同佢還啊嘛？咪就係咯。所以你呢啲咁嘅遊戲，嗰啲叫南誒嗰、那個叫咩啊？南海我唔知道中文叫咩啊？嗰、那個叫做應該叫以前18世紀嗰英國嗰個南海事件啊，南海公司事件嘅案例，嗰個唔叫事件。
就話佢可以挖到海底寶藏出嚟，係啦。結果個市盈率、個 P/E 率係幾萬嘅，一比三萬五萬。又似得荷蘭十七世紀嗰啲鬱金香，係鬱金香仲犀利，一模一樣。一個鬱金香花樣可以賣到幾萬人，就係變成咁樣。依家呢個咧，可以話喺頭腦發熱嘅情況之下，俾盤冷水你清一清涼下咧，絕對澳門嚟係好事啊，一定係好事。希望繼續萎縮落去，去到每年咧5%-6% 就 OK 啦。其實我覺得澳門係5%-7% 合理嘅。係啊，5%-6% 係 very good 嘅，係持續有效咁發展嘅，對於澳門長治久安好有好有。好好多謝你林生，我哋下一位袁生仲在線嘅，袁生，係 你有咩要問我哋嘉賓嘅？嗱，咁樣啊，就呢個點解佢下滑嘅？我有搭三大因素去肯定佢嘅。嗯，一大因素咧就係、是。先講自身先啦，自身本身講喺澳門嘅移民嗰啲嗰個入境政策問題咧，佢改變，呢個絕對有一啲嘅影響，係有巨大嘅影響先。咁即係話咧，佢講真一句，你俾三日佢入嚟，俾兩日佢入嚟，其實嗰啲人都係真係要出國㗎。佢過境主要佢係真係賭錢㗎，佢性質就係佢係假出國真賭錢。唔係啊，過佢真係真賭錢。重要係過境嗰兩日係賭錢。因素嘅情況底下咧，你唔做咪其他國家全面地區咪做埋佢咯。嗯。嚇、啊，過好多免費機票㗎，你要去賭㗎，好似細州島嗰啲好多㗎，係、嘛？賭廳肯俾㗎機票。啊嗱，呢、這個一個問題先啦。咁啊有個客觀問題喎、嗯。正正因為你收益高嘅時候，啲死得客人咧就輸錢係成正比嘅。係啊。咁佢遲早都乾㗎，係啊！俗語講話廢個爆廠啊嘛，佢哋話齋啊，嚇一爆廠我點會再嚟啊？博彩業係唔會增加生產總值嘅、啊，記住。冇錯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問題係好一個又係一個關鍵嚟啊。咁另外一個關鍵咧就是政治因素啦，我先啊。係。政治因素就係內陸啊，即係大陸嘅中國政治因素就係要加大力度去打反貪啦。嗱、啊，呢、這個問題好關鍵喎，又係。嗯、你看看試問一下我都在我個人的大前日才宣布拉了四個高官而已，我周邊環境去了解一下，最低限度那個都是黨、就是、村委書記以上的老七大子那些都是、啊、地方厲害的，很厲害的，講清過幾百個那些的，幾百萬那些的，所以你說了那他一限制這件事的時候呢，佢必然咧向下滑咧，呢、這個都係呢三大因素所造成嘅啫。同埋咧，我哋澳門咧希望話咧，佢好多時頭啊，你可以執翻噶嘛，七日到三日，三日減至為一日，然之後再飛一飛，再去翻七日、三日、一日咧。咁咧，佢嘅客咧嘅散客咧，嗰啲合法即係叫唔係叫做貪個賭徒咧，佢一定係繼續過嚟嘅。繼續過嚟啊！其實中場都揾到錢噶，講真係中場都揾到錢噶，你唔一定要睇個廳啊嚇廳係。其實中場不嬲揾到錢係多過廳嘅。係我知道某個賭場就係55%對萬都四廿五嘅。佢最起碼佢唔使孭咗個馬糧嗎？係冇錯。係我壓就壓咗你啦。佢要大批入大批出咪得咯？我壓就壓咗你啦。最重要個政策，內地政策咧仲得人驚嘅。你嚟一次澳門咧，你三個之後先就簽得嘅。系啊，個自由行嗱呢樣嘢最慘嗰樣嘢又係，啊逼上梁山啦，自己搞死自己呢樣嘢就係，係咪？咁啊所以話咧，我話有時啲嘢該佢有啲正合法嘅正當嘅錢嚟賭，佢冇辦法去賭。咁啊即係咁優先嘅地區嘅韓國啊，就嚟緬甸啦，依家準備開嘅啦又，啊嗰啲咪跟住嚟噶啦，台灣都上開而家。不過目前只係得新加坡開成咗啫。啊，咁啊先，而家就不斷都做，仲話要有埋個免簽啊，你知唔知啊？落地簽證喎、哦。其實我同你講，其實中國沿海沿邊地區啊，係大大小小有64個賭場嘅、啊，大部分都係非法嘅。我同你講。嗱、啊，你冇個非法合法到啦，佢當地嘅政策咧。連蘇聯蘇，連俄羅斯對面須芬河都有個賭場。舉個例子。你舉個例子，你就越南計數啦，都好多非法賭檔噶。越南唔係非法嘅，政府包庇嘅，仲有我哋澳門人都投資嘅，就喺胡志明社交明市郊區嘅啫。係啦，咁咧為咗呢啲咁嘅情況底下嘅咧，佢政府又唔去加管啲條例，但係事實個信心咧就響上澳門嘅。嗯，啲人講澳門做得均真，係啊，一個法律上嘅監管都係比較嚴格。
緬甸嗰邊都有賭檔啊，咁啊果敢啊自治區嗰度啊，得又好喎、啊。不過講到輸咗錢唔俾錢啫喎。少遊客，其實我哋好多優先嘅條件，同埋一個好優先嘅人哋嘅公平感咧，就好好嘅。咁但係問題關鍵就係我點嚟澳門賭咧？係啊，嗱呢樣嘢就好反思下政府就。好好好多謝你、啊、袁生，好多謝你。嗱，我哋翻返嚟現場啫。其實而家減收咧，好似大家澳門本地人都覺得 O K 喎，真係。即係第一件事冇做到咁辛苦啦，第二件事就係起碼唔會乜嘢人工啊、地價啊、樓價乜都升啦。咁呢種情況事實上算唔算係一個正常嘅經濟現象？我想問下陸生。咁講冇一樣嘢咧係永遠都係升嘅，係嘛？等有一個叫做飽和㗎啦，即時期嘅。咁飽和咗之後，慢慢回落翻去係好正常，即係我叫啊軟性落地係嘛，軟著陸受傷啊軟著陸唔使咁受傷得咁緊要。咁啊當然啦，澳門嘅居民咧都受呢個影響都好大啊，樓價升係嘛，根本而家你打幾萬人工都供唔起層樓。冇錯係啊，咁誒物價升到啊！真係不得了！我頭先食個下午茶，食咗42元，係咧，貴過香港。係啊，香港26.5啫喎。我去香港彌敦道啊，同樣級數㗎。正正大街食碗雲吞麵10元港幣啊！真係三粒大大嘅雲吞。你而家行去澳門，你睇下最細嗰間地踎檔都要20多元一碗。冇錯，真係係離曬譜。不過而家咁樣咧，如果能夠即係話。控制一下啊，咁就唔好俾佢澳門過分咁樣發展，咁係一個好失不失為好事。將來一定係有實力嘅啊，慢慢咁樣升少少咁升，就唔好而家咁突然間一支箭上，根本你如果你坐架車一支箭咁飛上去，你自己心臟都受唔起啦，係嘛？咁我想問阿宋生啊。其實咁樣嘅賭收下降咧，會唔會就係對澳門個樓價或者物價有個平抑嘅作用咧？呢方面，其實我諗又唔會話即時有反映到嘅。咁其實你睇翻而家最主要嗰個博彩收益，如果下降嘅時候，係一個梗係一個下降嘅趨勢啊，定一個中間短期好偶然嘅一兩個月嘅調整啦。咁其實如果你一個長期趨勢嘅，咁成個澳門嘅經濟環境差。咁當然樓價、物價都自然會下降，呢個好簡單嘅經濟道理嚟嘅啫。咁但係問題你話，如果佢係中間調整嘅，咁可能其實都只不過係一個中間調整嘅，咁可能啲物價都可能會穩定翻少少。咁其實你話係咪一個好處？咁當然一個好處啦。咁起碼第一唔好話，因為起得太快嘅時候，嗰啲嘢其實大家亦都預計唔到。因為其實我諗呢10年嚟，政府其實都預計唔到嗰個博彩業嗰個發展係咁急速嘅。由你係睇到個賭收，由10年前嘅同而家已經係10倍以上噶啦。咁但係你話嗰個居民其實嗰個人工啊，其他嗰啲嘢，你話加唔加到咁多咧？加唔到嘅。咁但係你個市民變咗覺得會有一啲變咗好多怨言，因為你睇到呢個突然間個生活好似個經濟壓力好似好大咁樣。咁但係你話會唔會可以喺嗰、那個如果經過一啲咁嘅適度嘅調整咧，其實反而咧可以第一。政府在呢個政策上面可能多啲考慮，可能其實最主要最重要，我哋而家講翻係咪會唔會真同我哋原先開放博彩業嘅時候，我哋嗰個構思啊，嗰個諗法有冇差異咗咧？會唔會有邊啲嘢要修正咧？其實因為其實睇翻好多嘢，我哋當初提出好多非博彩元素嘅，咁其實會唔會而家我哋可能要？二就係國際旅遊休閒，三就係會展。係啊，起碼最簡單就係政府又好，博企又好，會唔會諗翻？喂，其實原來我哋唔可以淨係單純依靠一個，雖然呢一個係一個火車頭，但係我哋唔能夠全部依賴曬佢。會唔會將點樣可以將呢個比重慢慢由呢個博彩轉翻到非博彩元素咧？咁其實我哋留意到，好似嗱，你睇翻近年新加坡啊，佢兩個賭場，但係你睇到佢每一年咧，近呢幾年咧，其實每一年都有啲大型嘅。非博彩元素嘅項目推出嚟嘅，好似有啲咩水族館啊、植物公園啊，有個好多其實佢哋係每一年咧，其實都有一個新項目。但反觀我哋澳門，其實而家我哋睇港島賭場，我哋每一年都有個新賭場，新賭場就有。但係你話我哋自己政府又好，居民又講唔講到，我哋緊有咩非博彩元素係多啲啊？即係當然有一兩個係。除咗水母間之外，基本上冇。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其他博企嘅都要急起直追？
考慮翻多啲點樣投放翻喺非博彩元素嗰度嘅投資啊，或者發展多啲項目咯。而家其實除咗啊，當然公平啲，威尼斯人都不斷去大操作，但其他啲大場好似冇乜嘢喎，真係。即係呢方面，你覺得即係想問一問翻阿蔡生呢方面，你覺唔覺得就係澳門嘅賭場喺呢方面，即係要做多啲嘢，或者履行翻個合約嘅要求？因為其實就據我所知，澳門嘅博彩合約係曾經要求佢做過乜，仲冇問過。呢個係我覺得係好必要嘅，因為可能最主要都係澳門依家人才唔夠，冇人去做。本來請人翻嚟得㗎。係啊，因為以前咧前幾年都有舉辦啲大型嘅體育賽事啊，好多㗎。呢幾年基本上冇咗，係嘛？之前啱啱開放嗰陣時，好多啲體育賽事啊，足球比賽啊，網球比賽。甚至請埋世界盃中國隊對葡萄牙隊添。係啊，冇錯，表演賽都有啊。係啊，非常之多，其實好受歡迎嘅。咁但係依家咧覺得咧，佢哋好似反正做唔做我都有錢揾啦，所以都唔使去搞咁多嘢。做東亞運動會都搞得幾成功嗰次。係啊，冇錯冇錯，係啊。但係而家好似真係乜都冇曬嘅啫。之前有啲籃球賽啊，邀請啲美國隊啊，冇啲明星隊過嚟啊。咁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叫做好似我哋好似拉斯維加斯式嘅，可能有啲做下數啦，外國巨星啊可以去唱下歌啊。咁其實開頭澳門都有呢啲啊，但係你睇到近年都係變咗一啲可能特別最近四五年冇乜喎，就少咗，我哋明顯係睇到少咗。咁希望啲博企可以喺呢方面做翻多啲啦。咁啊，其實同埋嚟緊講緊第日賭牌續期啦，起碼政府可能細化啲嘅。去指明他們有某些事要做的，咁啊清楚啲啊，或者一啲可能文娛康體啊，嗰啲可能做翻多啲啊，佢應該都需要。即係我哋叫盛事活動，好似越嚟越少啦。只係而家全部都係政府搞盛事，最威就每年嘅拉丁城區大巡遊，根本冇乜其他嘢。賽車咯，大賽車啦，大賽車啦，係啊。係咪先？澳門要個別賭場，入去淨係賭場賭錢嘅啫，邊有其他嘅嘢？係啊，商場又冇，咩嘢配套都冇嘅。只是一入去行入去就是賭錢，即我覺得真的很離譜咯，真係。不過唔理點好啦，我哋而家時間已經到40分，我哋睇一睇今日嘅廣告先。Let's call in。 我哋線上有位歐陽先生嘅，歐陽先生，你有啲咩意見或者咪問我哋嘉賓咧？啊，譚博好耐冇同你交流啦，今日有得咁嘅機會，我同你交流一下啦。講到我哋澳門嘅經濟咧，我哋澳門的經濟好畸形嘅。經濟越好咧，嗰啲市民嘅痛苦指數就越高，所以大部分嘅市民都希望啲經濟越差越好嘅，即係天下大亂啊，形勢大好對啲市民，因為啲政策嘅問題啊，佢經濟好，增咗50%、60%、70%都好啊，但係咧搞到物價騰飛，啊啲交通啊、啊環境啊、衞生啊越嚟越差，嗱，譬如我講啦，幼稚園啦又唔夠。老人院又唔充足，好啦，連嘅醫院嘅配套措施又出問題。總之，我哋啲市民嘅生活水準咧越嚟越差，所以嚟講咧，啲經濟好咧，市民就越痛苦。好啦，啊啲外勞又越嚟越多，啊個租務市場又越嚟越貴，頂住曬啲樓價。所以我希望佢安居思危，希望啲經濟咧就破產，將啲外勞咧大部分移翻曬走，咁樣我哋澳門先有希望噶。否則啲物價越嚟越貴，啲生活質素啊、老百姓啊、市民嘅生活咧就越嚟越痛苦噶啦。你有冇咁嘅感覺啊？係嘛？仲有啲經濟好咧，我哋只不過係個公帑收入啫。但係啲公帑收入咧，就唔係我哋啲市民喎，係啲官員蛇鼠一窩去貪污腐敗啫喎。又搞咩文創基金會幾個億啊？揾邊個馬馬去管住做主席啊？一大班人去出糧啊，喺度啊棍棍欺騙我啲市民，偷空曬我哋啲公帑。做乜嘢啫？你唔同話經濟好啊，揾到錢啊打造一個核動式航空母艦捐俾祖國，係嘛？去防衞，咁又先唔同啦。我哋真係覺得嘅經濟咁啊好啊，但係我哋唔係生活起上嚟咧，成日都譬如擔驚受怕。點解啊？外來侵略啊嘛，而我哋嘅澳門政府咧成日搞腐敗啊嘛，係等一個賣國賊，搞到我哋人心惶惶。不過要矯正下，要澄清下黃生。我哋中國歐陽生，歐陽生，歐陽生，係啊！我哋中國嘅航空母艦係通過我哋澳門一間公司向烏克蘭買翻嚟嘅。你就有啲貢獻咯，所以呢個的確有啲貢獻嘅款。嗰個年代咧，唔係呢個年代㗎啦。嗰個咁嘅亞良號咧，係以前葡國鬼年代㗎。係啊！啊，依家咧，我哋嘅政府咧冇建樹㗎，成日口口聲聲愛國愛民。
愛市民，係嘛？嗱，佢哋做得咁差，啲市民咁痛苦啊，一樣係嗰班人嚟做，咁又死唔死得？係嘛？呢啲唔係小圈子選特首啊，係蛇鼠一窩選特首，你知嘛？啊！我諗又唔能夠咁武斷嘅。嗱，好多謝你啊，歐陽先生。我哋而家即係電話太多，仲喺黃生後面嘅。阿黃生，你有啲咩意見或者問嘉賓㗎啦？係啊，頭先嗰位即係講觀眾講得好啱。我哋咧見到嗰個叫 GDP 增長啊，如果2-3%，我哋見到觸目驚心喎。係啊，因為你一諗到咧，更加低你首先租屋主受驚，哇！咁搞我加租，但係人工唔會加嘅喎。係咪啊？啊，咁啊，反埋咧，我哋而家見啊。跌落嚟咧，反而心情平靜一啲喎，即係跌多啲仲好啦，係咪啊？慢慢咁按3%、3% 咁跌仲好，係咪啊？咁唔使啲人咁驚啊嘛，咁起碼我間屋續期都機會高啲啦，因為你咁加上嘅時候，哦又話勞工啊，又唔夠人喎，唔夠人才喎，唔夠專才喎，唔夠天才喎，咁又輸入幾萬人啊！我頭先經過某間房地公司啊，佢係氹仔乜寶花園一房一廳啫，都要9200。咁啊係咯，係嘛？咁你而家我哋而家仲有三年舊樓，真係長遠嘅嗰個近一出長憂，即係你睇到2016、2017年啊，我哋啲經濟成日睇到搶好，其實呢個就真係隱憂嚟嘅，因為佢鋪頭打開咗嘅時候，佢水啊、電啊、人工啊各方面都要大量啊嘛，佢唔開地產啊，求開個喺嗰個檔口仔開個乜地產公司賣幾千萬好得喎，係咪啊？佢唔得噶嘛，佢一定要真金白銀攞出嚟噶嘛，係咪啊？咁你諗下，我哋話唔係我哋講就2016、2017年啦，點樣繁榮？喂，就算你目前啊，你而家你個賭場火又唔開，你都已經應付唔到人流啦。唔通你個賭場開多一倍都唔止，比現在啊多一倍都唔止。咁你有乜來多倍生意啊？係咪啊？啊！佢話我講係，我真係我哋政府真係鼠目寸光啊！真係。好多謝你啊，黃生嗱，我哋話翻翻嚟，係我哋翻翻現場，因為仲有題目未傾嘅。就係前一輪發生個黃山攜百億潛逃事件，咁我想問一問阿宋生啊，呢樣嘢對澳門博彩業影響有幾大？澳門貴賓廳嘅模式咧，究竟何去何從嘅啫？因為貴賓廳竟然有大家集資，可以集到100億翻嚟，跟住就攞咗個走咗佬都得嘅喎啫。其實睇翻呢件事咧，我哋都覺得當中咁當然有一啲損失嘅人士，當然係唔好彩啦。咁但係其實一個警示，起碼第一政府啊好啊，或者有關行業嘅相關人士都好啊，其實會唔會喺呢啲制度上邊，其實會唔會存在咗啲漏洞咧？其實有啲嘢可能要堵塞翻嘅，即係同埋但係咧你睇翻頭先講緊我哋嗰個賭收其實下跌咧，其實我覺得會唔會嚟緊都會有啲影響？其實都呢個事件會有啲影響嘅，因為其實你睇翻佢哋。有一啲可能有啲叫做貴賓廳嘅豪客啦，嚟澳門可能佢哋嚟去真係去賭錢咧，其實有時佢哋未必要帶現金嚟。佢好多時咧，可能係一啲透過啲中介人啊，可能係一啲叫做放貸形式，可能俾咗佢，到時佢真係輸咗啦。俾咗額佢。係啦，俾咗額度佢嘅。咁但係其實而家經過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可能啲額度咧可能收窄咗好多。咁所以其實你話6月份嗰個賭收下跌咧，其實呢個會唔會有啲影響咧？我相信會有些少，但係你話唔係全部咧，當然又未必係嘅。咁啊，想問一問翻阿陸生啦，呢方面我聽我哋好有研究嘅，咁呢個即係貴賓廳模式或者呢個黃山攜百億潛逃，咁佢相互之間嘅關係係點？想問一問。咁啊，黃山呢個事件咧，或者如果你話百億咧，我睇有少少即係誇張咗少少。咁香港蘋果日報不嬲都誇張㗎啦，一週刊。咁啊，但係咧，一億都可以報到10億㗎啦，佢哋。嗰啲因為即係佢嗰個影響咧，當然有，不過佢攞嘅多數都係 mark 價多，即係佢動用咗嘅係 mark 價多嘅啫，現金損失都唔係話咁大筆嘅嘢。如果有實力嘅嗰啲賭廳咧，咁啊呢啲咁嘅 mark 價咧，佢哋每年咧都會喺佢哋嘅盈利裏邊咧撇除一啲嘅，有按一個 percentage 最。去撇除嘅，呢啲冇辦法㗎，因為點解 mark 卡同兩一預咗㗎啦，一定有呆帳壞帳嘅，冇錯，佢呢個預咗嘅，係嘛？即係佢多數都係借，係借 mark 卡，而家又兑現咗嗰啲錢，咁啊，呢個係俾啊，亦都可以佢咁嘅呢個事件咧，即係俾個警惕嘅呢個道聽，即係唔想好話過分咁樣過度咁樣放出去。其實過度放大啲係有道德風險㗎。係啊，冇錯，嗰個風險又自然大。不過咁講啊，另一句翻轉頭嚟講，做得賭廳預咗咯。咁係呢樣嘢，其實澳門不嬲喺賭廳做真放數咧，其實
低都起碼1.3-1.5%，高可能一年就10%-20%都有嘅。佢某個同事話俾我聽嘅咯，好多道聽都每年都最少8% 啦。係咯，冇錯咯，正常噶嘛呢個。係啊，因為呢個係風險嚟，呢個冇辦法。你而家銀行放數都出事啦。但係有啲係想我想俾你啊，但係而家啲錢冇辦法攞到出嚟，冇糖都乾埋點俾你啫，係咪啊？你而家其實好銀行一樣嘅咋，而家好多銀行咧係同美國有往來，買咗雷曼債券㗎，每年都撇3%-5%嘅要，慢慢分10年等曬佢。邊個冇壞帳啊？幾大間銀行都有壞帳，政府都有壞帳啊，因為你統計上一定會出現呢種情況。收啲税收唔到，點解收唔到啫？係咯，就因為有人有道德感，一等下俾錢啦。咁有人冇道德感，咁咪你負責風險咯。一定係咁啊呢樣嘢。有好人還錢，又有啲你又唔能夠話我唔係好人嘅，但係有啲人賴擺款就係唔還嘅啦，咁就一定有啊！你機率上一定會出現，係咪先啦？咁但係你點可能？我哋今日咧就而家先講個得獎者先。嗱係咁嘅，節目到尾聲啦，我哋而家首先公布今晚嘅最佳互動觀眾咧，就係有第五位黃先生嘅。黃生啊，恭喜你咧，就得到珠海奧特美國際會所。蘇可達 SPA 提供價值1000元消費券一張，我哋稍後將會工作人員同我聯繫噶，你睇一睇個字幕上面就係咁啦。咁我哋咧就要歡迎各位觀眾積極參加我哋節目討論贏取獎勵嘅。咁最後咧就留俾三位嘅來賓咧就做個總結嘅。我哋首先從最開邊嘅陸生開始好唔好？你有咩總結咧？即係有關於個倒收跌。咁你睇嚟講，即係我哋都。大家都了解到而家嘅因咩原因嚇，令到個我哋嘅倒收跌落嚟係嘛？咁黃山事件對我哋嘅將來嘅賭廳嘅運作有咩影響咯？係嘛？銀聯卡將來唔會再增加或者壓抑住佢嘅嚇，對澳門嘅整體嘅影即係個賭博業嘅影響基本上我哋睇嚟而家呢啲。影響咧唔會太大，就係咁啦。咁啊，蔡生你呢方面有咩意見咧？即係賭收下降，我覺得呢個係同嗰個限制嗰、那個依家嗰個國內嗰個資金啊、貸款方面啊比較難國內嗰度有啲限制，所以呢個有啲影響。咁但係喺護照呢個限制過境天數啊，呢、這個過境天數呢個事。這個政策方面我覺得呢政府應該有些同貴賓廳即係好像很多依家呢啲爭錢唔還嗰啲人都適當對他哋採取啲措施限制，或者他哋嚟澳門啊，唔可以俾佢哋住酒店啊，或者唔可以坐飛機，或者限制他哋入境啊。因為對呢方面欠債唔還嘅人咧，好多咧，你如果澳門冇採取任何咩措施嘅話咧，就好似黃山事件咁樣再發生啦，係嘛？依家一個大黃山走咗，仲有好多細黃山喺度。我覺得好需要對呢方面嘅人採取啲適當嘅限制。其實澳門呢個追債網 O K 喎，據我所知，拉斯維加斯有類似嘅機構，佢又將呢啲，而且佢中間欠錢喎，嗰個網絡咧個信用系統係互通喎，查得到嘅喎。點解到澳門到而家都冇呢個系統嘅啫？其實你所講嘅嗰個網咧，我哋覺得嗰個網係個好事嚟㗎，係咪？即係你起碼。不會再有人被這班人騙，是不是對負責任的？有沒有騙的，即是以後不會借錢給他們。是的，是的，是的，對雙方來說是一件好事，是減低了借貸者的風險。是的，是的，沒錯。那我們回來，宋先生，你這方面有什麼意見呢？其實說回這個六月份這個賭收下跌這個，其實剛才都大家討論了很多，關於那個逗留或者信用卡那個，即是那個銀聯卡那個，但是其實長遠看回這個一個輕微的調整咧，其實對於澳門嘅整體成個行業嘅發展咧，其實我哋覺得係利大於弊嘅。咁但係你話當然可能中間會唔會對一個行業入邊嘅人士啊，可能會有啲影響。咁但係你話長遠成最重要，我哋係睇翻對成個澳門整體嘅經濟嗰個發展落去，會唔會我哋可以更加穩健，更加因為如果我哋
太急速的發展之下，其實很多東西都剛才好像聽到兩個觀眾這樣說，歐陽生和黃生這樣說，其實現在我們看到博彩業近這十年的發展，其實對於澳門其他東西除了博彩業之外，好像樓價、交通、人力資源、物價，其實很多東西其實已經是一環扣一環，因為已經不能夠再獨立去將個博彩業就是一個博彩好像以前那樣好像很封閉那樣，但已經其實已經是跟很多環節都是相關的。其實我們未來看看可不可以在多些政府在這方面收集多些意見，其實可以跟其他部門多些合作，其他政府部門就很多政策上面都是就這個博彩業影響的發展去制定多些政策。我們下個禮拜就會講視障人士遇到什麼問題，希望大家下個禮拜準時再繼續收看我們澳門開講。多謝各位，拜拜。